臭哦，可是我闻到少女的味道。Namaste, Namaste, 我是 Namaste。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其实我有特别去查一下他的动画，我有发现一个问题点啊，怎么没有女生陀螺手呢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因为动画里面没有女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制作一样东西，我们要来把这个大概知道什么吧？我们要把它喷成女性专用，好不好？今天废话就不多，没关系，我们马上就开始。首先配色我已经想好，我决定是要用粉红色、紫色跟白色这三个配色为主轴。然后呢，粉红色的话，喷气的话，我买的是这一罐 TS25。紫色的话，因为我参考了秋贝雷的颜色，对，就是我后面这台。决定我买的颜色是 TS24。然后呢，我们还需要一个零件，就是呢，因为它这个不是有那个吗？白色的那个部分，我们希望白色部分不要在喷漆的时候被喷到，所以我们就必须使用是这个啦。这个就是你模型上，比如说你有想要某个地方不想要被喷到的话，你就可以使用这个，好不好？我买85块，价格我不撕啊，直接给你们看。我买最宽的啦，因为这样比较好剪，好不好？这个好，那我们就马上来。制作看看吧，女生专用的战斗陀螺最强的那一颗。然后呢，首先第一步的话，你就是要先把它拆开，像这样。拆开的话，这个白色部分就不用动了，中间走进白色部分不用动。这三块，我决定把金色的部分喷成粉红色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红白部分呢，我决定把它喷成紫色，这样感觉比较漂亮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最痛苦就是你要把这个剪上去贴完，把这剪成它的形状贴上去，好不好？我贴完再给大家看。林达嘞，有够难贴那捏捏的。大家看，我真的贴好一边了，好不好？差不多贴完就像这样。然后等到你整个喷出来，你把它这边撕掉的时候，这边还会是白的。这个的用意就是为了这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继续贴另一边，我快疯掉了。我们全部都粘好了，好不好？我粘到快死了，我的天哪！贴完了，那我们就马上去喷漆吧。Let's go！ 我们现在就是要来喷这个。我先再跟大家再三的强调，好不好？拜托务必在通风处喷。万一你妈跟我讲说你喷喷这个西西中毒了，我就出事了，好不好？但是我们就是要它配它的颜色，这样部分喷粉红色，然后这个部分喷紫色，然后紫色的时候把那个撕掉，它就会配一个白色，好不好？那就马上喷喷看吧，这一次颜色不能再搞错了。好，这一罐是紫色嘛，我们来喷这个底哦。上有观众跟我讲说，他是说这样子来回会比较好，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夹子我还没买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这样喷。好，试试看吧。哇，操！完了啊！我喷到地板 ，no， 喷到地板，我被杀掉。哎，好差啊！没关系，不会有人发现的，应该吧？拿起来给哥哥看看啊。喷完它差不多长这样。可是喷第一层啊，然后再喷第二层，其实还蛮漂亮的。下一个要喷的话就是这两个部分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马上来喷喷看这个，来喷哦。哦，好臭！哦，可是我闻到少女的味道，我闻到少女的味道了，原来少女的味道是油漆味，哦，好臭，好臭！我天啊，好像喷不起来，觉得这可能要喷个两次左右。哇，好臭！我的镜头应该没有沾到吧？我镜头沾到我会崩溃。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大概喷完一下，生物眼的状况是这样，其实还蛮漂亮的啊。只是我觉得它应该等颜色干的时候，我还要再上一次颜色，可能效果会比较好。那我们就先等一下好了，也只能这样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再喷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已经第二天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成果到底怎么样 ，OK 吗？等一下，好丑哦！这跟我完全想的完全不一样哎。这一次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小失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紫色那个部件的话，现在目前变成这个颜色。其实紫色看下去是还行啊。然后呢，这重点是这两个部件，这两个部件我喷的有点难过，这个变橘色的了啦。然后你们家照光应该看是粉红色，可是我自己看是橘色。然后这个也是。就喷下去，我觉得没有当初的效果这么好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马上要把这个给拆掉，好不好？哦，有没有像玻璃那边这样？哦，白色部分就一直露出来。啊，哦，哎呦，哎，真是白色的，哦，好猛哦，啊，真是现代科技，真是不一样啊，连新手都可以上手啊。撕完的话，两边就变这样，有没有？都是白色，还带一点紫纹路，其实我觉得还蛮酷的。好。那我们就忙来组装看看好不好？我觉得效果可能没有很好。然后眼睛这边，我当初也有把它贴起来，所以它眼睛颜色是保留的。那马上组组看吧，超诡异的啦，好恶心啊！我是女生，我一定不用这个陀螺。组完之后变这样，
大家有看到 ？What？ 等一下，这颜色好恶哦！哎呦，这个坨坨感觉有点变态啊！这已经不是女性装，这是感觉变态在用。好，煮完大概就变这样了啦。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要说好看吗？也不是说不好看。要说它诡异吗？是真的蛮诡异的。整体来说，它煮完就变成一个这样的东西啦。好啊，这是变成一个，知道叫什么叫好啊？我知道叫什么，叫做紫罗兰镇魂巨神。好啊，我觉得整体来说算是蛮淑女的一个坨了啦。我看的是觉得还行啊，不会到惨兮兮啊，只是他告诫我们说以后记得这边要上底漆，不然会出事，好不好？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，并且分享，还有每周四晚上7:40准时发布影片，下次见，好不好？拜拜。